贵宾同门上信，大德就坐。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，我们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，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。我们先从龙边开始。这边有，龙边有，请先站起来，谢谢。师尊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同门，我是莲花义珍。莲花清油，莲花上莲，莲花持经。I'm Cherry. I'm Serena from Melbourne. 欢迎你们，Welcome。请问龙边还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交给虎边这边。师尊，晚安，各位上师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助教、各位同盟，我是文维娟。师尊好，各位上师好，各位法师、助教同各位同门，大家好，Hello。我系莲花慧仪，喺荷兰嚟嘅，多谢大家，师尊。你好朋友，来自河南的同门，欢迎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请问还有吗？普遍还有吗？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众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贵宾同门上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。